我听闻，要成为御前锦衣卫的最后一关，就是要和自己的同袍好友决一生死，再夺走他的刀。皇上让锦衣卫掌管锦衣，尽调一些冷血之人帮身，为的就是试探他们是否真的无情。首先得从杀害自己的同袍开始。哈特，这就是我过去为什么那么厌恶锦衣卫的原因。 人终究是人，猫怕水，淋了雨，会容易心疼。岂会真的冷血无情？跟大人相处的这些日子下来，我发现他虽然严苛，是这天塌下来有人顶着，不用动脑子了是吧？但是以身作则，从不推卸责任，遇事总是第一个冲到前面，甚至不惜以命相拼。娘亲死了，亲情也断了。 我就一直把这染面娘亲血的亲情带在身上，就当是个念想吧。这么重要的东西，可不能再丢了。手上送给你，就是不准你死。等我，我当然会等你啊。岂能当是？当然也不会傻到连自己的性命都不要了吧？但不可。既然我亲人来了，这人一定要带走。 千万不能伤害你父亲，因为我得罪他。秦香既是我的母亲，也是我的盔甲。我自有金甲，谁能护我？所谓逢凶化吉，你俩中枪。天塌下来还有大人？以后你一定记得下，千万不能伤害我的母亲。将我娶回我的母亲，正人家。人不见天，是纷纷日行千山。 我将会是我与的，是我天真，是我不想懂。你想带我去？我可以裸身上阵娶我回家的。我可以给你一个低头，但是因为……好吧。给了我更多的力量，让我去争斗。想想这一路，我们经历了多少生死险恶。大人，这次南下您有什么收获吗？ 唯有琴音深入我心，你呀、啊。